那些天，你们同他们的会谈都正常吗？正常。一连数天连着转的会议，大家已经很疲惫了。那小雨会不会因为太疲惫，没有察觉李伟的异常？他是一个很细心又很耐心的人，他一直观察力都很敏锐。如果他没有发现他的异常，换做别人或是我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以你的判断，小雨会不会在操作上？ 有失误，不会的。小雨已经像是按照章程执行，不会违规的。那他会不会是个人原因？比如说情感问题，会不会因为他和你的关系影响到情绪？没有，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在这之前，我们一起工作配合的也不错。虽然这次我没有在现场，但整个方案是我们一起开会敲定的。 好，你先去吧，我们还要和其他的同事了解一下。刘总，公司是不是要追究小雨的责任？这个不是你能操心的。我们俩感情虽然有变故，但是小雨很稳定，很理智地处理这个问题。反而是我一度的抗拒。 老板，嘿，还有你最喜欢的甜品没上来。你不要对我那么好。我对你好，你不喜欢吗？对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开始投资了。投资？对啊。干嘛？我不能投资啊？当然可以啊。哦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 我呢，就是想靠自己好好赚钱，以后就算不靠赡养费，我也可以生活得很好。你想赚钱，我会找人帮你的。不用，我就是想靠自己。明白了，现在很多项目都圈钱的，我建议你还是找专业人士吧。没事啦，我又不是什么大的投资，就是给朋友投点，大家知根知底的，不会骗我的。好，生意兴隆。 谢谢。小雨之所以到咱们部门来，不就是为了刺激陈炯吗？他当了经理，陈炯肯定不满。这下陈炯该高兴了。好歹夫妻一场，这心呐都挺狠的。要不是陈炯这次啊半路撂挑子，也不一定发生这种事儿。反正啊，陈炯在的时候没出过这种意外。 谢谢你能来，进去吧。你要点点什么吗？不用了。你是不是特别奇怪，我为什么突然找你啊？
陈炯现在跟你在一起了，谁说的？他承认了。胡说八道，我们俩没有关系。你现在说的话，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信。不管你们有没有在一起，他现在是不是又喜欢上你了？小溪，我今天找你是想让你放过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后悔了，我想让他回来。当初我赶他走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他我也可以过得很好。可是现在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我发现我一个人是撑不下去了。有的时候我太高估自己了，其实我没有那么坚强。是因为工作的事儿吗？他告诉你了，他还真是什么都跟你说啊。其实你没有必要这么沮丧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不需要你的安慰，我只是想要你一个答案。既然你们没有在一起，那你就不要再纠缠他了，你跟他说清楚。行吗？小雨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对于你来说，爱情是什么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其实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我一直都挺佩服你的，因为你是我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的那种女人。你把所有的事情都规划得井井有条，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想得清清楚楚，你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我曾经特别羡慕你，我觉得像你这样才算是活明白了。但是现在，我一点都不羡慕你了，因为我觉得，如果很多事情你都规划得那么清楚，那还有什么乐趣呢？还有啊，人生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去完整规划的，因为很多事情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，比如爱情。绕了这么一大圈，你就是想说这个？我知道在你心里面，我一直很有心机。你觉得是我破坏了你跟陈炯，我不想去解释了，因为我怎么解释你也不会相信。但是我想问你一句话，小雨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跟陈炯之间如果没有我，你们现在还会在一起吗？你们一样会分开，因为你已经规划好了你的人生，而陈炯他并不符合你的规划。所以你一样还是会离开他，对吗？我跟他的事情跟你没关系。你知道我跟你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在你的心里面，爱情是为了婚姻，而在我的心里面，婚姻是因为爱情。这件事情没有对与错，就是价值观的不同而已。可是对于你和陈炯来说，你们两个人不合适。既然你觉得我们俩不合适，为什么当时你要帮着他挽回我？因为当时我还不够了解你，我还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，直到你今天来找我，直到你让我去放弃他，我忽然之间想明白了。小雨，
从最开始你想要跟陈炯结婚，到后来你想要离开他，再到现在你想要挽回他，其实你想的都是你自己。你为陈炯想过吗？我跟陈炯现在真的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我也不能承诺你什么，因为他是不是喜欢我，这个我控制不了，而我会不会接受他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和选择，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我很抱歉，我话说完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麻烦你了。怎么样啊？我给朋友打电话确认了一下，试汉之前只是几家北京瑜伽会所的小股东，撤股之后投资了上海的瑜伽会所，但是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，还欠了好多投资人的钱。那他新开的瑜伽会所不是就可以把这些钱都赚回来吗？文件你看过了吗？你投了多少啊？我们一人一半。我估计他带着钱离开了。不可能，他是我朋友，他不会这么对我的。可能他就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，正在想办法解决呢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让朋友帮帮忙找找他，再没有消息呢，只能报警了。你觉得我被骗了吗？应该是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找他去，他喜欢去的地方我都知道。没用的，就一点钱，还可以赚回来。别生气了。我不是因为钱生气，我是气我自己。我自己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做不好，我。有我在。好了，我说一下对小雨的处理意见：调回法务部，并做降职处理。刘总，这次我也有责任，不能全怪在小雨的头上。而且现在公司要业绩，下面的人员也有很大的压力。小雨不是替罪羊，公司也承担了一部分责任，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肯定有连带责任。我认为这个处理对他是公平的。刘总怎么说？哦，李伟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你也不需要担心，公司会给一定的补偿。那我呢？调回法务部，还有降级。果然是这样的结果。已经决定了吗？你先别着急。这是一个初步的意见。哎，小雨，如果我不接受呢？是不是要离开公司？Thank you.
保重。喂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不来？我今天真的不舒服，我们换个时间吧。我知道你时间紧，但是我也没有办法。还不走吗？我再坐一会儿。我已经收到公司正式通知了。其实这样也好，至少不用面对这些负能量的工作。这样回去，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再也没有办法证明自己。我不开心。你别想那么严重。还有很多机会呢。有这么严重的过失，以后怎么可能再给你机会？我想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。你要辞职？但是这样的话，就彻底失败了。你这么多年的努力，就这么决定放弃了？就算你调回原部门，就算你降职，都可以重新再开始。没用的。李伟说的对，我们都一样，只不过是一颗螺丝钉。你现在心情不好，不要这么快的做决定。我一直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控里，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，我就一定能做得到。可是现在，我真的没有信心。公司的事情。还有我们的关系。陈炯，如果你现在离开我的话，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别这么说。我现在只想让你回来，回到我身边。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其他的什么都无所谓。干嘛拉着个脸啊？不情愿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不情愿。上次不是放你鸽子吗？这次得请你吃个大餐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随便点。服务员。
这个，不要，其他的都要。请稍等。你能吃的吗？你说让我随便点。但不能浪费吧。不是有你吗？谢谢。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那你心不在焉的。没有啊。小雨怎么样了？公司已经做出决定了，调回原部门，并且降职了。这个决定对于他来说挺难接受的吧？而且他打算离职。他要离职啊？那这么严重，你怎么想？什么我怎么想？你可以去帮帮他呀。其实作为同事，你帮帮他也应该的。这个我知道。你们会复合吗？他是不是这么想？不会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能听说什么呀？这个男人啊，一般在这种时候都容易心软，所以复合也能理解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明白？我也不明白。爱你。嗨，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。我现在反悔了，我做不到那么大度。什么意思？你敢不敢抛开一切，跟我在一起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？你这个游戏还没玩厌啊？你敢吗？你不敢。敢还是不敢，都没有说出来那么简单。一走了之，解决不了问题。我想去面对，不想再逃避。我要成熟理智的解决问题。我就是想听你说句话，但我还真走了。那个项目，不能进去。不好意思，夏总。你好，夏总，我是刘总的下属陈琼。正好刘总也在，我想跟你汇报点事情。
我知道你。没事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我今天冒昧而来，是希望公司考虑一下，让小雨继续留在我们部门，调回法务部，降职，就是等于告诉大家，小雨要对这个事情要负责，这对小雨来说是很大的打击。小雨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整件事情和他有密切的关系，他有不可推脱的责任。本来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公司有可能会开除他，现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这件事情是个意外，任何同事处理这个问题都是同样的结果。我相信今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，是不可控制的。如果公司一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就辞退、降职，对所有的员工心里是有阴影的，谁也不敢再去负责。你的意思是，大家对公司处理小雨的决定有意见了？陈炯，你不能因为私人关系就要求公司妥协。我没有站在私人关系的角度上讨论这个问题。说实话，刘总，我刚进这个公司我就跟你学习，是你告诉我这个工作的艰辛。在别人的眼里，我们赚钱很容易，但是真的身在其中，你才能知道面对多少的负能量和多少的心酸。我们部门的人本来流动性就很大，没干几年改行的都改行了，哪有几个有这么强大的心态去面对类似李伟的这样的一个员工？在我看来，小雨很优秀，意志坚定，逻辑清晰，善于沟通，还有法务部工作的经验。虽然他的工作时间不长，但他的成绩有目共睹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他确实是有能力的员工，可有能力的员工可以再培养，并不是说缺了他，整个部门就不会运转了。我承认小雨不是不可替代的员工，但是经过这样的大事件，还能站起来的员工，凤毛麟角，包括我在内，我都不一定能做得到。他的劣势，现在正在变成他的优势。如果将来面对这样的大事件，我相信他考虑的更周全恰当，处理的更合理。所以我希望公司能慎重的再考虑一次，不要放弃一个优秀的员工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。听说你去找夏总了。啊，小雨希望能留下来，我就帮他争取了一下。是他想留下来，还是你不愿意让他走啊？我是想让小雨的工作回归正轨。你去替他求情，你这不就是让他欠着你吗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俩已经分手了，这时候你出来冲什么英雄啊你？啊，你这么说，这个成英雄的事儿，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你是吗？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这一边替小雨向上面求情，让他感恩戴德，一边跟焦小西纠缠不清，你这不脚踏两只船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还不承认？你和小雨分手，那你干嘛还起劲的帮着他呀？你对他好，给他希望，你又不跟他在一起，你把他当什么了你？不是，你今天怎么那么大火啊你？还有那个江小西，他破坏别人关系的事儿没少干。我告诉你啊，江小西跟这事儿没关系。不用跟我解释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还有小雨已经够惨了，你别再伤害他了。不是你吃错药了吧？这叫。Thank you.
谢谢刘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，我一定会加倍努力。你不用谢我，你得谢陈九，是他到夏总那里为你争取的。这样，他当时说的一番话确实有说服力，公司后面又召开了个会议，决定把你留在部门。不过，负责人的位置得免去。我接受。我和陈炯也聊了聊，希望他能够接受，可他拒绝。项目这次音乐会的具体操作，我就交给你了。你们两个呢比较熟，沟通起来就比较顺畅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会尽力。不过这件事儿你决定的很突然啊。嗨，其实呢，这次音乐会的协议啊，我们早就签了，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拖，一直拖。啊，这两天呢，赶紧把这时间敲定了。再拖下去，对我们公司和肖总的影响都不是很好。就是时间有点紧啊。是啊，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但是啊，这个还不是我最担心的。你发觉没有，肖某的状态啊，这段时间一直都不是很好。艺术家嘛，总有瓶颈期，这个我们可以理解。但是啊，他最近又在办离婚，情绪上肯定会受到影响了。说句实在话，这件事儿啊，交给你来办，我呢是有私心的。你也知道，这帮艺术家呀，都是很情绪化的。一旦这个情绪化这个劲儿啊一提起来，是一般人是很难处理的。我明白。所以啊，这个难题啊，就交给你来负责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小希，还有一件事呢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次音乐会啊，最大的宣传点呢，是有新的曲目出现。但是肖木那边至于创作到什么程度，我一直也没敢问，所以啊，我想拜托你去问一问，回头给我个准信儿。我会今晚跟他沟通，然后给你个答复。好嘞。等一下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我说的是工作。刘总跟我说了，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可能已经离开公司了。你对我的好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些客套话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们俩的关系不需要说这些。我明白，你是想用行动给我一个答案。对吧？这两天有时间，我们去搬家吧。就是，你别误会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复合。你还是要跟我分手吗？我没想到你会在电梯里跟我分手。哎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，我们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，每天都要见面，今天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那你为什么要帮助我？同情我吗？我希望你能坚强起来，重新开始，你胜任这个工作。你这样说，分手就不会内疚了，离开我就可以心安理得了，是吗？分手还有复合，都是你先提出来的。我说不可能，或许我说的不那么明确，或许你有误解。误解？你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吗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。是，
是我的问题，所以现在我要改，否则我对所有人都不负责任。所有人？江小溪吗？是。那你在我和他之间做出选择了？没有选择，我只是不想隐藏我自己的感受。我们俩之间不可能了，这是我想告诉你的。明白了，我走了，明天见。马可是我们公司元老，从公司创业初期，他就一直跟在老总身边。这次请他走呢，老总已经走到国外去了。他放下话来，只要顺利让马可离开公司，能够不打官司，任何条件都可以满足。当然，底线我都已经交代给你了。我明白，如果实在说服不了他，我也不会触怒的。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你好，我是陈九。马可，他们给出什么条件了？这要取决于你，我只是代表贵公司来听你的要求。我想，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想法。要求嘛，我想回到五年前。什么意思？如果那个时候我有更大的勇气的话，我想现在就不会面临这种被人踢出去的尴尬境地了。可以跟我讲讲吗？我觉得他完全可以亲自来跟我谈，为什么会通过你呢？以你在公司的地位，别人也说不上话，其实老总也很难面对。我想你们一定感情很深厚，共同经历了很多的风雨。对于这件事儿，老总也很艰难。这个就像夫妻离婚委托一个律师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这还真是，有时候啊，我一直在想，当初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是比跟自己老婆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。可是，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这种局面？理念不同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当初我们可真是因为理念相同，所以才走到一起的。听说从公司创建初期，你们就在一起。是啊。那时候我应该算是联合创始人。那你为什么不是股东？目前这个呢，只是一个初步的方案。那你们有什么曲目还有嘉宾的想法，可以提供给我，我们一起来沟通。还有呢，音乐会的形式上有没有新的想法和设计，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。但是呢，就是时间比较紧，需要你们尽快来提供给我。其实呢，这个方案我们也在做，只不过最终敲定还得靠肖老师，他最近很少来工作室。我明白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把方案都汇总一下，我一起拿过去给他。那太好了。其实呢，我最担心的还是曲目问题。不知道肖老师进展如何？你看看。